里是餐厅，你工作的地方，别套私人交情，要注意称呼，免得旁人以为你在拉靠山。你们总经理呢？哦，总经理夫人，总经理刚刚去开会了。李若愚，你去给我倒杯热水，拿条毛巾来。总经理夫人，若愚现在已经是厨师了，不负责跑堂，希望您稍微尊重一下他。我忘了，你已经升职了。不过这家餐厅终究是我们苗家的，你身为员工，热情款待一下老板娘，这点人情世故还要我来教你啊？周雨辰也好，老板娘也罢，都不是我待在这儿的原因，也不是我花心思拍马屁的地方。雨辰，如果你想划清界限，可以，但你做人最起码要有点礼貌吧。他真是一点员工的样子都没有。怎么，我当老板娘你嫉妒了？你别忘了，你总经理多多少少还是会听我的意见的，知道吗？小心你的饭碗不保。周雨辰，你为了荣华富贵牺牲了那么多，难道你现在还没有清醒吗？你少在这儿给我扮圣人，你要敢说出去试试。哎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子阳，你的员工啊实在太大牌了，他们都把我当乞丐了。什么？周雨辰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李若愚，你给我闭嘴。我看你们两个是不是不想干了，连总经理夫人都敢不尊重。如果换了普通的客人呢？我平常是怎么跟你们说的，要以客为尊，你们就这么执行的？总经理，不是这样的，刚刚是……好了，暂时不要说了，我们还有事要忙，先走了。我走吧。哎呀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说？好了，别那么生气了，不要跟他们计较。走，我给你买了好吃的。